2015年的4月14、15号，陈家祥带了8位的浙江舟山的贵宾，来自于普陀区，原本要去绮丽珊瑚，还有爱河、深爱之船，因缘际会的话，时间的关系，带他们来做第一次的高雄市由公共运输企业管理处的水陆两用的船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爱河的上面，这台是汽车哦，不是船哦，但是是船也是汽车，是汽车也是船，二合一的部分。这就是整个高雄爱河的白天，现在是接近中午1:30的景色的部分。这个是晚上的高雄非常漂亮的5星级的厕所，还有高雄市的夜景。是2000年。